人们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博物馆，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吗？早上球球不愿意出门，不愿意戴安全帽，然后闹了一下脾气，刚刚爸爸跟他说对不起才和好的，现在必须要跟他说对不起哦，不然的话他是不会理你的。要门票费吗？爸爸说给你带你看恐龙，看一下恐龙在哪里。呀，什么呀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快来玩呀！梯梯，台阶，楼梯。可以直接进。要买票哦。找二，错了，那不是，那是五，二在哪里？找找看，那是四。找那么多张哦！哇，24张，怎么回？清空。等会，等会，等会，等会。倒退。哎，找一下，二，哎，没按到，再按一次。啊，滑。按这里。对，哎。啊，爸爸很累呢。好了，成功。不要乱按。哎，按这个，按这个，购物。哎，你变一了。倒退，到底是什么？嗯？这么难用？哎？干嘛不拉屎？还搞不了，走去排队。宝宝在这里排队。亮亮。哦，亮亮，那是几十？10:17。对啊，拦住了啊。配哪里？盖票，盖手啊。盖手上。哦。他要不要按？跟着爸爸走，跟着爸爸走，爸爸带我们去。梯梯来，梯梯按。最喜欢的就是按电梯了。哎呦！哎呀哈！好准备。机器人，去看看，去看看。游戏，去抓一下。抓不到。嗯。科技馆。哦，切换机器人。嗯，机器人。
这个很科技满满的，这个看着，哇吼！哦，请勿拍打，我以为不能拍照，吓死了。嗯，很像鲁班锁。嗯，中国古代锁挂锁。这个有一点点像缝纫机。这个是什么？钥匙，配钥匙的哦。这就是就现代锁啦。嗯嗯嗯嗯，弄不了。机床，这些都是我不懂的，很难理解的一些机器。哦，看到这个标志他都知道是爸爸车车。爸爸车车。他会按的，你看。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爸爸的车车啊。他的摩托。好多摩托车。外面好玩吧？比家里待着好玩吧？玩不了。累呀！爸爸其实看到你车是最兴奋的。累呀！哇、哦！爸爸车，爸爸车，哦，让你绕着圈跑。累呀！那么兴奋吗？累呀！爸爸车，爸爸车。累呀！哇、哦，这个风扇，这个风扇看着是它有时动画对吧？但是我拍出来就没有动画，拍出来就是花儿，没了。那就是动画呀、啊。但我就没有啊，我就两根棍子在那里。对，我这边拍不出来动画，我这只能拍出就是这样的花，大家看不出来。嗯。那叫不敢进去，看啊，危险。在阅读了二份叶生词的论文后，我大受刺激。动了，就是动是动了，动了，你按着它动，来这里按。嗯？嗯？没有啊，没东西啊。动了。哇！哎呦，蛋蛋，还有小火车，看这里有个小火车，来记录呢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啊，怎么了？不行啊，一匹马力都没有。不能进，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。不可以进，而且呢不能进，暂未开放，不可以进。进去会挨骂哦，会被骂哦，会被骂哦。会呀，对。小孩子，不同意。不可以呀、啊。你看到台阶里面，这个台阶你看到了。Bluetooth 蓝牙，对蓝牙，按蓝牙。WiFi， 按 WiFi， 对 WiFi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